大家晚上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要开直播开不起来，他一直写准备中，然后一直跑不动，然后对啊，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晚安，刚刚很卡，也不知道为什么开不起来。好，谢谢你们提醒我。谢谢 Rain 送的玫瑰，复活了。刚刚你们有看到我错愕的样子吗？就是我按直播，就他完全没反应。最近很卡，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没更新，所以我刚才跑去更新了一下再开，还是要清空什么暂存？谢谢 Z 送的枫叶 ，Hello， 大家晚安。完全没有画面，可是有看到我开，对不对？可是没有画面，好奇怪。谢谢伊凡送的阳光，是浪的问题，因为我刚刚看有九个人在直播这个时间，我还没看，已经看到九个在直播，所以我想说其他人都可以看，应该是我的问题。晚安 ，DJ One， 谢谢 DJ One 送的阳光。对，今天是专属 Mina 的节日哎，你们知道吗？今天是4月12号，是国际仓鼠日哦。谢谢奇力奇力送的为你守候，还有汉汉的 kiss 猪猪。谢谢偶是妈妈的真情告白，谢谢草莓酱的偷偷看好你哦，偷偷看好你哦的玫瑰的掌声鼓励。谢谢陆婷送的 kiss 猪，好可怕，十人直播。对啊，滴滴怎么办呢？今天不是性感仓鼠日，今天是国际仓鼠日，但也算是性感仓鼠日吧。啊，剪刀石头布。好 ，peace 的一天。因为国际仓鼠日，所以应该要有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性感的仓鼠啊，可爱的仓鼠，各种形态的仓鼠才对。恭喜 Lolly Wolf 粉丝团等级升到3级，谢谢 Lolly Wolf 的梦幻烟火。大家晚上好，哦，对，我现在放的歌是我 KKBOX 分享的第一张歌单，是保证让你们爱上嘻哈的，就是循序渐进，就是第一首慢慢来，然后越来越嗨，越来越嗨的。谢谢 Kunio Fan 送的新之冠，我很用心在编排的这个歌单哎，你们要记得，对，要拜托大家追踪我的 KKBOX 账号，因为我们要那个前九名追踪人次成长的最多的九名才可以上那个速报 KKBOX 速报音乐台，所以要麻烦大家可以不用追踪我浪 Life 账号没关系，去追踪我的 KKBOX 账号，搜寻潘之怡就可以了，拜托大家。谢谢偶是爸爸的新之冠，很久之前就追了，对啊，因为这个活动它是比成长的人数，不是比总人数，所以之前就追的就有一点不公平，但是没关系，大家多多帮我宣传就好，拜托大家，我想要再去 KKBOX。之前没账号的我赢了，可是综合喵喵是滴滴吗？每个都追，所以对成员总体来说没有影响，你知道吗？因为每个都追，所以成长的都一样。可以开小号追，但是 KKBOX 的话好像是要账号，就是 email 认证吧，所以也不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直乱灌。谢谢奇力奇力送的枫叶，简简你来了 ，Hello， Hello 阿奇拉 ，Hello 博弈。爸爸有很多 email， 你是去跟别人买的吗？买别人的 email， 偷个子。Hello 无尾狐，你尾巴又长出来了。
其实很简单做，不鼓励好不好？要真的粉丝，我需要真的粉丝追踪。谢谢悠悠的阳光，而且我很用心编那个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就我想要，就是不同类型的曲风都有，然后这样，因为真的喜欢音乐的人是各种曲风都要听的，所以我也想要让大家认识更多音乐。Google 账号很好用。性感的照片只有衣服性感，表情还是可爱，哪有表情也很性感啊？我都故意不笑哎、欸，因为我平常照片通常都是微笑，然后这样露齿笑，然后最常是灿笑，因为我每次灿笑的时候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线，小小的。Hello Easy。谢谢偶四八八的收藏，哇，你中奖哎！三个都听完，期待下个曲目。哎，可是我是，其实说真的，整理歌单还蛮累的哎，就因为整理歌单，然后还要想那个曲的顺序，怎么样听下来会比较连贯，然后心情什么的，就想很多。就是每天编歌单，我自己想啊，就是这活动是四天吗？还是五天？就这四天，每一天都更新，然后结束之后可能会休息一下才会再更新，因为最近整理很多歌，应该够你们听了。这些歌可以重复，打个招呼就拜拜。好啊，可恶，我拔你尾巴，留一个尾巴在这里，另外四条尾巴还可以去四个台浪。我觉得你尾巴五条不够用哎、欸，应该九条，哎、欸、十条吧。现在有十个人在直播。一直听 Mina 放的对我好。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应该有时间吧，再放第二张歌单。你们应该比较喜欢甜美女生的声音吧？但是不是像 Mina 这种吵杂仓鼠？要回去找琪琪，好哦，好哦，慢则不色，袖子很长。TTP 性感单，性感 TTP 性感女孩，不是还没有到担当，没有阿佩桑那么厉害。谢谢偶是爸爸送的新秀选票，我是新秀。其实听歌都不按顺序放的，真的哦。可是，他是通常一张专辑啊。谢谢田中豆粒丸丁啾的玫瑰，你名字什么时候加了一根香蕉？米娜笑的我心里发寒，没关系，不是对你，对，是对刚刚那个留了一只尾巴的那个，对。我对专情的粉丝们是很好，对。对，通常专辑的歌单都是特别编过的，就是会有一个 intro， 然后开始激昂，然后最后一首歌通常会慢慢慢下来，所以就是照这个去编的。但是一般照顺序听完之后，偶尔想要换心情的话，可以随机播放，也不错啦。谢谢孝贤的香槟，对啊，对你们很好。哎，今天爱心看到吗？因为我今天突然变得好冷哦。谢谢孝贤的 kiss 啾啾跟 love you。对，因为想说今天难得冷，应该今天过后又开始要穿洞洞装吧。哎，上次直播穿无袖哎，然后现在又就毛衣又拿出来，天气变化太大了，所以想说趁冬天嘛，就冷的日子不长了，所以赶快戴个这个毛茸茸的发饰。米娅是天使容颜，魔鬼身材，也没有魔鬼身材啦。谢谢 DJ One 送的为你守候，谢谢孝贤的喝牛奶。其实我就是那个脸的问题啊，就是脸不够性感，呵呵，脸要性感了，表情吧，还要多磨脸，社会经验不够啦。春天变化，天气变化很大，对啊，不久之后要梅雨季嘛，要开始发霉，每天下雨。不喜欢下雨，因为下雨就不可以去外面跑步。
Hello, dry 是这样念吗 ？Dry， 不会念这个名字 ，E D W A R 怎么念啊 ？Edry，Edry， 你好，红志。刚刚牛头刚好在鼻子上，有对到吗？喝牛奶用鼻子喝。下雨天了怎么办？好想你们。今天没下雨，还好没下雨。昨天下雨，所以我昨天一整天都没有出去。哎，昨天啊，有啊，昨天有去练舞。谢谢奇力七里送的收藏。爱德华哦，你叫爱德 Edward 哦，是 Edward 是爱德华，爱德华你好。香港下了一整天雨，你们喜欢下雨吗？有些人好像喜欢下雨，但是我是不喜欢，因为我是阳光女孩，要带给你们阳光。你的头像我看看。我看不到头像啊！啊，看到了，哎，我喜欢，给你们啾啾，人好，晚上好。我按到暂停了。下雨天了怎么办？没关系，今天没下雨。今天，哎，对，我跟你们讲点开心的事。你心呢？晚上好，谢谢爱德华送的 Love You。安安圆圆的妮娜，安安圆圆的爱死，圆圆的爱死，一球一球的，还没有到吃冰淇淋的季节，哦，快要了，很快就要。谢谢 Terrace 追踪，对，还要麻烦大家追踪我的 KKBOX 的账号，搜寻 AKB48 TTT 潘之怡，好，或者打潘之怡应该就可以。搜寻到我的账号，因为我想要再去 KKBOX 一次，所以要麻烦大家追踪，谢谢大家。贩卖机很棒啊，可是上速报音乐台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宣传自己的机会，然后可以推荐就是喜欢的歌，也是很开心的事，因为我真的好多歌想要推荐给大家听。你喜欢我们的歌，谢谢。新的单曲快要出了，4月15号 ，KKBOX 就可以先，就应该数位平台都会上架了。姐姐是吐槽王，对啊，她今天超嗨的，她今天一回家就很嗨了。然后你看，我不知道她在嗨什么，然后我刚才终于知道了啊！谢谢爱德华送的玫瑰，谢谢手华哥的枫叶。因为他说他在看韩剧，然后他说里面有很帅的欧巴吧，然后所以他今天就很兴奋。我不知道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他其实好吧 ，maybe 也很好讨好，只要给他帅哥照片，他就可以开心一整天。这个肤浅的天秤座，崩溃，他以为找到男朋友，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找到男朋友？妮娜不看韩剧的吗？我不看韩剧，有看过韩剧吧？好像以前有一段时间蛮流行韩剧的，现在也算流行吧。但是有一阵子是妈妈很爱看韩剧，每天都在看的时候，我会跟着她一起看，但是我不会特别想看。而且现在家里就之前电视坏掉，没有电视了，所以就没有在看电视的习惯。日剧最近也很少看，因为最近比较我不知道在忙什么，最近比较忙着在增加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谢谢 Forever 的新之冠。Mina 应该只看动物频道，我没有看动物频道，好不好？对啊，那个还好，还没事。我刚讲到哪也被喇叭声打断了。我们要只看动物频道，没有动物频道都是你们贴 YouTube 连接给我的，我应该是看儿童卡通频道啦。
最近一直在加强，他最近很热爱健身，就是对我之前我有说过被那个对，就上次被警察拦下来过后，我就心里产生极大的阴影，因为就一次还是三个哎，就我这就是那跟掉进马桶一样，是就是哎内心有阴影。喜多库玛一来就告白，反正就是有阴影，然后我就不敢在我们家附近跑步了。虽然那边车子真的不多，就是很多婆婆妈妈他们晚上明明就也在那边就是走路，他们是快走这样子健康的。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里跑步会被拦下来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拦我，然后反正就觉得内心受创，所以就不敢在那边跑步了。然后就找到算附近吧，算有一小段距离吧，就是那种运动中心啊。然后之前去走到门口之后，我就被吓到，因为我走到门口一看，就里面全部都是男生，然后我就不敢进去。然后我已经就是鼓起勇气走到运动中心门口，然后我又默默的骑脚踏车回家。我真的超弱的。看到大只的仓鼠在跑步，没有就看到一堆猛男吗？我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健身房里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瘦干干的人在练，也有壮壮的，也有想减肥的，就是各种人类。运动中心其实女生很多，我不知道还是我家这个地方，我住的这个地方的女生不喜欢运动。就是我去运动中心，我有看到有女生也进去，但是他们都不是去健身房，他们是去什么瑜伽教室，然后或者是游泳池之类的，反正他们就不是去健身房。也有脸肉肉的，你说我吗？那今天跑步的时候，脸上的肉一直在晃动。卡丘晚上好，什么都可以有阴影。什么好主意？你告诉我去哪里买大型的滚轮，要我可以跑的哦。夜夜晚安。对，很多女孩比较喜欢瑜伽，可是我觉得瑜伽没有必要去运动中心做啊。就是瑜伽的话，我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啦，我为什么要去运动中心？瑜伽就只需要一块瑜伽垫就可以做啦，就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做比较好。去外面的话就不是会给大家看到我面目狰狞的样子吗？因为瑜伽那种，比如说郑多燕那种，就是那种做到自己觉得快往生了，然后脸超丑，她都是汗，这样就很喘很丑啊。就在家里丑没关系啊，我家虽然很小，可是至少还放得下一块瑜伽垫，我就可以在家做运动。有老师，我是哪里口音？有老师指导有差，我也有老师啊 ，YouTube 有老师啊。YouTube 我有追踪一个香港的，算是香港的艺人吧，然后他现在是有在教瑜伽的，所以我都是看那个女生的影片，然后在做瑜伽，然后最常做的就是腹肌的那个运动，但是也没有每天做啦，就基本上晚上有空的话，我会去做那个，然后十分钟而已，短短的。对啊 ，YouTube 教了很多东西。要开始健身了。YouTube 很厉害啊，各种什么都可以学得到啊，健身也没问题，他就是我的健身教练，而且跟着他一起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有动力啊，就看着他身材觉得、哦、身材很好，然后他就会说坚持做坚持做，然后就会跟着一起努力。可是如果你没有影片的话，你就会做几下就想放弃人生，太累了。有人在旁边修正差很多，但是我觉得腹肌其实就肚子多用力，我在那边乱教，肚子多用力就会有了啦。哪有都没有。你肚子太多，你想自己爆料吗？没有啊。姐姐的肚子。我不会再吃。也有健身的 app， 其实我知道有健身的 app， 但我不知道健身的 app 是就是干嘛，就是。
他会教你做动作嘛，但你不知道那个动作对不对啊。可是有影片的话，你就至少可以对照，知道怎么去做吧。姐姐的肚子，姐姐有小腹，她肚子，她肚子，她腰围不大，但是她就是小腹有这样子。有人说姐姐都在吃零食啊，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会有小腹啦，就是会有小腹是因为很爱吃冰的，他是蛮喜欢吃冰的，就喜欢吃冰的话小腹会比较多脂肪，所以像我的话我比较少吃冰，虽然偶尔会吃但是少吃。吃冰太多不好，像我的话，我一年四季我都带着保温瓶出门，那保温瓶真的超重的，那我一年四季都带着，就是不喝冰水，就算夏天我也不喝冰水，所以很扁，对Mina扁扁的。你全部都很扁啊？Mina有腹肌吗？用力的话会有一点点，那没有很明显。那是喝太多啤酒肚吧？我不喝啤酒。姐姐，你不要这样出来，伤眼睛。很热。养生Mina，这是为了偶像啊，当偶像要维持体型，所以才为什么那么最近积极于健身。虽然上个礼拜已经走到就是运动中心门口健身房，然后里面太多男生吓死我了，我真的啊，我不喜欢很多人，好可怕哦。对，姐姐露肚子。她是很欠爆料是不是？没有。腹部肌肉不足的话会有所谓尾鱼肚的小腹，但我腹部应该算是有一点点肌肉，但就没有很明显的那种。我很羡慕那种啊，谢谢田中豆粒王送的阳光。我很羡慕那种怎么讲，教瑜伽还是什么有氧的那些女生，就是腹肌好明显，但那个要练很久吧。我的话是用力才有一点点，还练不够，因为没有每天做吧。喜乐库玛的头像，樱花的那张，好像开始认真了。肚子饿的时候会出现腹肌，真的还？最好是真的还假的啊？谢谢多多绿追踪。肚子饿的时候会出现腹肌，你是乳夫吗？你是吃饱的时候肚子撑超大，然后平的时候会莫名有腹肌，是不是？乳夫好像也是这样哎、欸。哎呦，卡丘也是乳夫啊！哎，会做钻石的乳夫有点厉害。可是只有钻石在那个无人岛上是不能生存的。谢谢博弈的心之怪，圆圆的爱死要拜拜了。为什么你要去哪里？卡丘太厉害了，原来你是鲁夫啊！要陪他活。没在运动有腹肌，我突然想到，看重到有腹肌。不是不是，啊你要去洗澡，好吧，等等要回来哦，拜拜。谢谢爱德华的初心者徽章，不是我有听过，我以前有一个同学是女生，然后她也是都没有在练腹肌，可是就是你要讲一个很肮脏的，对，然后她有腹肌，然后我们同学看到，因为她是热舞社的，然后她常常穿那种短版的上衣，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她有腹肌，然后就问她说，哎，为什么你会有腹肌？你有在练吗？还是什么？她说，哦，没有啊，可能我大便都很用力吧，所以还是卡丘也是。也是跟他一样，大便比较用力，便秘吗？我不知道。Mina 下次要跟我，这真的是我同学他讲的。我问他腹肌为什么有，然后他说是那个啊。Hello， 吉川米，今天要准备期中啊，难怪觉得小千今天特别安静，是不是边看书边听直播？Mina 要跟我比手臂粗细吗？卡丘，哎、欸，没看过卡丘的手臂耶、欸。
应该跟皮卡丘一样小小的。皮卡丘算有手臂吗？皮卡丘有啊，皮卡丘手臂啊，触角跟仓鼠一样，仓鼠。小千拜拜。米娜台离不了这类的话题吗？谢谢小千送的 love you。 没有，就刚好想到，还是我朋友也怪怪的。我同学也怪怪。谢谢一凡的 kiss 猪猪，这叫同性相吸啊。你好，那皮卡丘手很肥，措辞可以修饰一下吗？等一下，那要怎么讲啊？可能我比较用力吧。你要用力一点啊。用力一点就有腹肌了，加油。卡丘，你措辞可以修饰一下吗？我们本台是不可以提到大叉这两个字的，我们要文雅一点说一凡，修饰一下你的措辞，不要随便便把那两个字挂在嘴边。突然又的话，你们叫我措辞修饰一下。Lonely Wolf， 修饰一下。修饰一下。嗯嗯，偶像。没事。姐，修饰。姐姐有腹肌吗？她怎么可能有？都跟你说她有小腹了，怎么会有腹肌？小腹要先消掉才会有腹肌吧？难道有人同时存在啊？有吗？有同时存在的人吗？谁？我没看过。我朋友。真的。肌肉跟腹肌同时存在。不要不要丢我！下次还会有更的话题吗？不会了，不会了。是肥肉形状的。这一切都是意外，一切都是意外。谢谢阿巴的掌声鼓励。好啦，然后我要说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今天终于踏进健身房了。要看是胃凸还是小腹凸哦，他凸，他胃凸，小腹也凸，我怎么办？凸两块。哎、谢谢七里七里的真情告白，以后帮 Mina 打 call 要设计有的段子，不要。没有这种段子。米娜千万别在吃饭时间开台，哎，我很好吧，我都没有，你看我每次都在晚上九点开台。因为你不是苍蝇啊，妈妈为什么我们要吃大便？嘘，吃饭时候不要说。他现在是以为是米娜终于去上厕所，什么啦？我本来就我每天都有上，好不好？但是我不能，对啊，还我很贴心，没有在吃饭时间开台，不然大家都不想看我的台，大家都转台了。姐姐发言不适当，米娜台关键是不是那个？米娜跟姐姐一样顺吗？姐姐，你又知道姐姐很顺了，姐姐不顺好不好？哪有很顺呢？她不顺。我一日三餐呢。我很顺好不好？我那个上厕所的速度超快的，不到一分钟就出来。每次上完人家都觉得，哎、欸，你有进去上了吗？怎么那么快？我怎么知道姐姐不顺？因为她都会进去闻啊。不是，因为她进去很久，然后进就她出来之后会有味道飘出来，就你们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很顺畅，每天都有正常的话，就是不会臭。但是如果你就是便秘很多天，然后才的话。就是味道会很臭，因为它在你的肠子里面，就是消化道，应该是好几天会有一点腐臭的味道，所以就会很臭。那不叫腐臭，那不然叫什么？发酵。有人在吃宵夜，我那
对啊，我想说没有在晚餐时间播出直播应该还好。有检查颜色吗？要问那么细？颜色哦，好像有说过怎么样的颜色是最好的。那不知道，可是我很常拉肚子。颜色我不清楚，我们还是不要这话题好了。等一下啦，我不清楚。我不清楚，金黄色是最好的，我不知道啦。我们不要再讲要有画面了，你在吃宵夜，再换一个话题。哎呀，章鱼是扁扁是粉红色的。有人在吃宵夜，不要讲这个。看本台的话，是大家一起变瘦，大家一起变瘦，因为你就不会想吃宵夜了。青色不好，我知道。那昨晚宵夜要还要不要吃？你可以考虑明天吃啊。明天就变成嗯出来了。不要讲这个话题。好，上次直播以来都没吃咖喱，有那么可怕吗？欸，你们知道有出粉红色的咖喱吗？也有蓝色的咖喱，但粉红色感觉比较少女，因为我有看到 YouTuber 介绍过。上个礼拜吃很多咖喱，咖喱真的是一种很可怕的食物，就是你，小时候妈妈都会煮一锅啊，谢谢一坊送的蓝色芋圆棒。小时候妈妈都会煮一大锅咖喱，然后煮好之后，你在一个礼拜的。一个礼拜每天都是吃那一锅咖喱，然后他不用煮别的东西。那咖喱是，然后吃完那一个礼拜的咖喱，你就不会在短时间内不会想要再吃咖喱了。哪有？你可以第一天吃咖喱，第二天吃焗烤咖喱饭，第三天。谢谢偶是爸爸送的枫叶，幸好已经吃饱了，要早一点吃比较好啦，太晚吃的话，对身体比较不好，会容易有负担。Mina 明天站位在右边还是左边？都会有哎，左右都有，啊，不然站中间好了，左右都有，会有负担，对身体会有负担呐，所以晚餐，越早吃越好吧。好像有一些人减肥是说过了几点不吃。但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最好好像是过八点不要吃吧，我记得。晚餐早吃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不能太早吃，因为太早吃很，你还没睡觉你就又饿了，就会想反而想要吃宵夜，所以刚刚好的时间吧。我都几点吃晚餐？我大概6点吃晚餐。我大概8点吃晚餐。大概。6点或7点吧，6、7点是最刚好的。Hello， 九蛋，谢谢九蛋分享直播。越早越好，那就吃完中餐就结束，今天会饿死啊！而且一天的那个热量不够，没有到吃到基础代谢率的话，也不会瘦啊。所以还是三餐要正常吃。吃完就睡，没有啊，吃完开直播啊，吃完开直播，然后你们吃完看直播，所以不要马上睡觉。7点吃的话就不会饿啦。Mina 都吃瓜子嘛，如果真的饿到不行的话，可能会吃一点点瓜子吧。但是瓜子不要吃多，因为也都是脂肪。Mina 开直播前有刷牙吗？干净啊！吃完东西要刷牙，吃完香蕉要把皮丢掉。看完直播再吃宵夜。好了，你们可以吃宵夜没关系啊。我不能吃，我有公司给我的压力。发现 Mina 开播的时间都在家里吃晚餐，不出门吃。欸，但是你们吃晚餐都会去外面吃吗？是外食，台湾好像蛮流行外食的，因为蛮便宜的。三餐要吃在外，
人叫我老外，老外，老外，老外。谢谢奇力七里秀的搜查姐姐，今天真的很嗨耶，真的是被帅哥影响。很帅耶。看我直播要怎么吃宵夜，可以啊，一边看一边吃啊。哦，还要打字是不是？那一只手，一只手打字，一只手吃啊，这是肥胖的主因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一样的概念。回台北就吃家里，吃家里比较好。我前几天去买菜的时候，那个卖菜的阿姨还说，你看你这，我知道你都会自己煮啦，自己煮真的比较便宜啊，不然去外面都很贵什么什么。就对啊，对啊，那买菜比较便宜，就是跟已经可以跟婆婆妈妈一起聊天，然后这个水果很甜。一起聊天才年过三十好吧？干嘛？我二十几岁也可以跟婆婆妈妈聊天啊。是怕会笑到吐东西出来。没有，我没有，本台是走那个，那叫什么温馨感性路线。那前面还在讲前面过了，前面是那个嘛，开心的时间能过得特别快，现在感性，就是每一个时段讲不同的东西。二十几岁可以跟婆婆妈妈聊天，对啊，去买那个芭乐，然后还说哦，这芭乐很甜，你很会挑哎，就是芭乐不要买那种看起来很漂亮的，就是反而越丑的那种越好吃。肥沃路线，你说哪里肥沃？脸颊。今天有两粒晃来晃去，两粒，喂，只有今天吗？姐姐讲出这个，姐姐是不是年过三十了？可能呢。没有。本台不可以再讲嗯嗯的话题，要的话要自己消音。哔，性感蜜娜很可以，就是讲话就破功了，已经没有性感照了。今天发的是最后一张。晚上好，小易 ，Hello， 玉超，我的嘻哈歌单快放完了。我要放那个甜美疗愈女生，明明上次直播没有，上次直播是马桶，不是那个，是一个马桶的故事，是马桶故事，不是那个的故事，那是上集跟下集，对，不一样。阿芝晚上好，心智年龄三十而已。马桶歌我还没去听哎，我没有，我对那个没什么兴趣，好不好？马桶的歌是什么？他们好像说是刘德华唱的。好，对我好这首歌。正红安安，上次掉进马桶是在嗯之后吗？对。哎，你不要回答那么快，你干嘛讲出来？看你的头像哈，冻柠茶的，你拍的很好看。甜蜜歌单，甜到睡着。没有没有要回答，我要讲健身的，对我还没讲完。感觉这首歌跟 Mina 很配，真的吗？都说要擦屁屁了，当然对嘛，干嘛问那么那个？Mina 对刘德华没什么兴趣，我不是对刘德华没有兴趣，我是对马桶没有兴趣。没有，我以为你很喜欢。要减肥，对啊，要减体脂。我看到那个运动中心有体脂计，我好想要试试看，可是我今天已经运动完了，我说想试，然后那个运动中心的人说那个要运动前测比较准，所以叫我下次再测，因为公司的都是站上去测的那种，我觉得那种没有很准，我想要试试看，有就是有握住手的那种好像会比较准，你想测看看自己就是最准确的体质是多少？都介绍马桶哥给我，好啦，下次听啦。
卡过我们就是朋友了，就不要卡一辈子出不来，很可怜哎、欸。大家要握手，握过手比较准。没有握过，看直播是不准。我在讲什么？看直播觉得 Mina 很胖，因为脸很多肉。我没有买会员，我就去那种一个小时五六十块，我觉得还可以啊，就差不多。你在外面吃一餐也差不多五六十块，或者更贵啊。然后你把那个钱省下来去运动，我觉得很划算呐、啊。而且要减体脂，其实也不太吃淀粉，所以本来伙食费就比较少了，所以我觉得花这个钱去，一个礼拜去一两次，我觉得还 OK， 少吃一点就是了。Mina 有认滴滴过吗？什么叫认滴滴？在哪里认滴滴？学校健身房校内免费。有没有？校外三十元。校外三十元好便宜啊！拿去啊，去啊。可是很麻烦呐、啊，就是自己出去的话还要交通费跟时间，还是运动在自己家附近比较好。谢谢怀怀送的早安抱抱，谢谢小智追踪。爸爸肥男了，你去哪里？马来西亚没有那么便宜的，真的、哦。那马来西亚应该都在外面，在草原奔跑。马来西亚我之前去的时候，很多就是很多海边，然后就是小朋友都会在那里奔跑，就很棒。可是超热的，一进去就看到母汤涂口红。母汤是谁？这个话术好业务，一天省十块就可以拥有健康，真的。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跑业务啊？可是我声音听起来很不专业，我声音听起来太不专业了，这样会有说服力吗？说服得了你们吗？看你的头贴，这是什么奸诈的表情？你俩是去马来西亚哪里的海边？嗯，马六甲那边靠海，可是去的都超热的。然后我们还玩水球嘛，啊，捡到手臂，耶，我赢了，开心。马六甲，你们有听过马六甲吗？就我之前在澳门的时候，在澳门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那个暑期的，算什么暑期交流计划吧。然后就是可以去那里做义教，然后那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的，是要先写一些资料出去，然后再面试，然后有老师推荐，然后才选十个可以过去那里当义教。所以很开心，很开心有去，因为我觉得，在澳门读书的一个好处就是，很棒，可以去很多地方，就是每几个月就会有一个那个交流企划，然后就可以出国，因为澳门太小了，所以会有很多可以出去外面交流的机会，我觉得很棒。什么七连胜猜拳吗？这样的企划很棒，对啊。而且我之前有说过，我算小时候吗？也不是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国际志工，但是那个梦想要建立在我有钱之后。但是我就现在的话，也不能说自己就是还过得去，但是还没有办法花那么多的钱去帮助需要的人吧，所以就只能自己卖劳力，就是有脑就用脑。用我那时候去是教他们数学，你知道马来西亚的小朋友他们好像数学不好，就他们到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马六甲那个地方比较偏还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去他们五六年级，然后我们是还在教他们九九乘法表哎，然后他们好像他们是说应该用
马来文念那个数字嘛，就几乘几那些，就是很绕口，我不会念，所以他们的那个九九乘法很难背。马六甲很好玩，有古迹，有海边，东西也便宜，还不错啊。我觉得马来西亚的东西很好吃，哎，就是有合我的口味，但我好像也不太挑，哎，我目前去过的地方，我好像没有什么不喜欢的食物。米娅九九乘法比较好吗？很好哎，你们不知道，我小时候是那个神童，就是小时候有一个那个九九乘法表的歌。然后我小时候就是，而且是那种卡带哦，然后我就每天都放那个卡带听，我觉得超好听的。我小时候超喜欢那个九九乘法表格，我已经忘了怎么唱哎，什么我还记得最后一句是九九八十一，是这个调，这个旋律没有错，但前面我已经忘记了，但我很确定九九八十一是九九八十一这样子。然后我每天都在放那个卡带听，然后这我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就。啊，因为我幼稚园我是只有大班，我从大班开始念，所以我小班、中班的时候我在家里，然后就是放那个卡带听，就是九九乘法，然后觉得很好听，然后每天都放，然后那时候是倒背如流，然后去幼稚园之后就是学那个心算嘛，然后那时候所以就是几位数的那个加减就是很快，就是可以比计算机快啊。就是几乘几，然后再加几乘几，然后这样讲很长下来之后，我就可以讲出来。因为我小时候就超喜欢数字，觉得很有趣。对，但小时了然就大未必加，我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给我一堆数字，我应该会愣在那边。卡带，对啊，我小时候还有卡带啊。谢谢偶是爸爸的收藏。对啊，这是 only 小时候，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开始退化，已经老了。但小时候真的就是，小时候对数字，还有算珠心算算盘很有兴趣，然后对国字也很有兴趣，所以小时候很喜欢看字典啊，就是翻开字典觉得哇，字典就是有不认识的字，好多字觉得好有趣，然后每一个字它会造句嘛，然后造完句之后还有小故事可以看呢。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字典跟算算盘、珠心算什么，觉得很有趣。刚刚看七七的直播，现在来米娜直播脸好像大一倍，是距离的问题吗？谢谢综合喵喵的蓝色应援棒，是距离的问题吗？还是我远一点？好奇宝宝仓鼠，谢谢鸭虎鸡的新之冠。为什么爸爸今天一直中奖？因为爸爸今天是欧洲人呐、啊，不是距离问题，是人的问题。呜，谢谢鸭虎鸡的为你守候。哎，谁送了剪刀石头布啊？剪刀石头布。输了，不是距离问题，那我要开瘦脸，很久没开了哎。谢谢米粉汤的为你守候，谢谢米粉汤为你守候。穿的太厚了，我穿的太厚感觉很胖，这样的距离刚好，难过。好险有高额头，不然更远了，是不是露额头会感觉瘦一点？谢谢 Lolly Wolf 的收藏。开到最瘦，你想开掉我吗？哇塞！哎、欸，我突然发现那个哎、欸，浪 life 他，我刚刚更新过后，他的美颜变得好厉害、欸。他原本只有大眼跟瘦脸，现在居然可以白皙红润磨皮，还有对比哎、欸，就是可以调超多的哎、欸。性感，那我把特效全开就变性感，没有变网红脸。谢谢 Lolly Wolf 的收藏，玩玩看，对比，好，我调个对比看看，对比有什么差啊？怎样？我觉得对比不要太强比较好看，是不是？
看得出差别吗？谢谢爸爸的封烟，爸爸又中奖了，你真的是非洲人呢、欸！谢谢弗雷西雷诺，你哪里太脑上的枫叶，看不出来，对比没什么差。瘦脸你们可能才觉得有差吧？哎，他原本都有帮我开一些特效嘞，我现在才发现，红润差在哪里啊？哦，哦，暖色调的感觉吧。红润开的比较暖的感觉，白皙，有点像鬼耶，一点点就好。大眼，哎，我喜欢大眼呢。瘦脸，我还没按瘦脸。大眼，好，哎，我才开到20已经那么可怕了，开到100看看，100是啥东西？啊！啊！太大了吧！感觉要脱窗了。哎，开一点比较可爱啦，不要太大。瘦脸。哈哈哈！哎，这样脸跟七七有一样。好了，好丑哦，超丑的。哎呀，好丑，好丑哦。啊，开一点正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为什么？哦，你是我挑回来是不是？我以为是远近他会那个。好乖。Mina 回来了，没有脸颊就不推了。瘦脸会变成黑洞，周遭的光线会曲折，有吗？我现在有开一点瘦脸啊，我开20，我现在有开，我开20，有吗？有感觉比较瘦吗？瞪大眼睛加特效全开，你就是应该会像外星人吧？我按错了，有瘦吗？看不出来。谢谢爸爸的应援棒，谢谢志伟的聚光灯下打 call。有啦，刚刚有分开开过，但一起看应该像外星人吧？比较想看没瘦脸的，那我的脸颊会慢慢蓬回去。开瘦脸，嘴都变形哦。对啊，开瘦脸，嘴巴，他的瘦脸很怪。谢谢爸爸的应援棒。哎，说真的，我还没有圆脸特效吗？没有，不好意思，好吗？大脸模式没有大脸模式。谢谢 Ben 的 Kiss 啾啾，原本的就是大脸模式啊，大脸。哎，我这样子，我的眼睛会。变大变小，好恶心哦！开瘦脸下巴会很尖，可是我下巴本来就是尖的啊！我真的，我下巴本来就尖，我就是脸颊这里有两块肉。圆脸特效不是一开始就开了吗？没有开，天生就是圆脸。谢谢综合喵喵的枫叶。还有什么特效？谢谢肉粒沃夫的收藏。昨天看到，谢谢奇里奇里的封面，看到一个瘦脸主播，脸旁边东西都在变形，好可怕！谢谢偶是爸爸的你最闪亮，开一点比较可爱啦，只是缺点是喝水的时候脸会变大变小。特效其实浪 life 有圆脸特效是不是？谢谢 Lolly Wolf 的收藏，哇 ，Lolly Wolf 也中奖了，可怕的瘦脸效果。
脸部特效只有三种吗？还要下载？本人超可爱，一定是直播特效弄成圆脸的，对嘛？都是直播的错。姐姐说什么啊？我没听到哎、欸，我没有，因为我不能一心二用，我没有听到她说什么。尝试把脸移到框内位置。谢谢企鹅的心之冠。为什么我没有特效？哦，有了吗？这就是天使特效哦。好好无感啊、哦。Mina 强会有弹贝斯直播吗？弹贝斯直播要弹吉他吗？可以啊，今天可以弹一点吉他。吉他在，哎、欸，看到了吗？露出马脚。有时间的话可以弹一下。天使特效，我第一次开特效、欸，哎，有特效，脸好红。天使 Mina， 哎、欸，这我今天穿白色适合吧？哎、欸，已经十点了，好快哦！今天六个红包，要弹九九乘数。九九乘数是什么？要玩手势特效吗？哎、欸，对，我没有玩过哎、欸，可以边开这个边用吗？谢谢太子奖的新之冠。手势特效，我看一下是什么。哎、欸、呦，好多哦！手掌，手掌是什么？嗯，手掌为什么没有啊？哦，都要下载哦。我在干嘛？等一下，它下载的好慢哦。哦，是镜子哦，那要镜什么东西啊？要下载，那我都没下载。我看我有什么可以用，双手比心。我在手推你们，我没有，我没有推你们。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有了吗？为什么没有？要怎样可以有？还是不可以跟天使的一起用？可是我已经下载了耶。为什么没有？我好像白痴，我一直这样子，然后都没有东西。要几掌？哎 ，give me five， 耶！不能一起哦。真的、哦？那我关掉天使看看。哎呀，变女神了！他写的是女神花圈。哎，这要怎么关？哦，这样关。谢谢孝贤的带你去流浪啊、哦！这首歌好听，最近喜欢。为什么没有？还是我记忆体满了，所以不行？你俩头上长草了？哪里？你说这个吗？这是呆毛啦，这是呆毛，我一直都有呆毛，好不好？手比心，为什么没有啊？我不会用这个特效，我明明下载了。嗯？为什么没有？我呆毛才不是这样，是不够多是不是？我的特效都没出现，为什么没有啊？还是因为浪最近怪怪，谢谢奇力奇力的为你守候，还有平头的抉择上的阳光，谢谢。没问题，没有东西，为什么？我生气了。算了，之后再研究。对老鼠无效，侦测不到这是人类是不是？谢谢浩浩的 love you， 还有。还有金用的我来签到。
重开，不知道哎，那下次再玩好了。不知道，算了，那我要带女神花圈。原来下次再开好了，对。花童，你们知道我姐姐都说我是什么吗？就是，人家都会问我姐姐说，那个你妹妹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我姐姐都说我是作夫童子。你们知道什么是作夫童子吗？想看姐姐的美手。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头上长香菇，哪有是花的，是香菇。谢谢 Ken 的真情告白，会有恶魔角之类的吗？好啊，那你们先帮我结个女神花圈。请你永远做我 baby。 厕所幽灵，我也不清楚，反正他说是。等一下哦，脸部特效资源尚未下载完成，哦，我现在不能用恶魔哎，还是因为他其他的在刚刚还在下载。我今天不能用恶魔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系统说不行。好吧，看来我不能当恶魔，我只能当天使。他不让我用，星期日再用恶魔。好，今天是天使米娜。对，要麻烦，对，麻烦抢红包的在家可以不用追踪我的浪 life 账号，没关系，但是一定要追踪我的 KKBOX 账号。免费注册，他要帮我追踪一下。AKB48 Team TP 潘之怡，帮我追踪就可以，我就可以。如果排名是前成长前九名的话，我就可以去 KKBOX 的速报音乐台。所以麻烦大家帮我追踪，谢谢。恶魔是给姐姐的，哎，才不是。谢谢花生糖的阳光。花子，作夫童子好像是一种小神吧，小妖是妖怪，其实我是妖怪，又对了又对了又对了又对，不会跳妖怪手表。Mina 今天 po 性感照才无法使用，不让我用恶魔吗？为什么性感应该是小恶魔？拜托大家，对，多多分享宣传。注册免费，谢谢金佑的星之冠。该来一首追追追，追追追，你要花栗鼠版本还是正常的？去健身房，对，健身房很开心。刚才健身房还没讲完，我今天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觉得好开心。要来一首追追追哦。我不太会唱，唱一句就好。啊，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不公理。啊，我为什么姐姐要接唱？很烦。谢谢观众的看好你哦，还有谢谢 DJ One 的阳光。好，我来，我试试看花栗鼠可不可以去对对对。爸爸去浪了，好哦。啊，对，好，不行，花栗鼠不行，追啊，对对对对的，你也听，好吵哦，好，算了，正常正常，我怕现在戴着耳机的人耳膜要爆掉了，不要，正常就好。想听 Mina 唱对对对，我刚才唱了，只能一句啦。Hello 叶兰，晚上好。花栗鼠的对对对很吃力，对啊，因为它有点高，要用尽吃奶的力气唱才跟着上去。Mina 大声唱，要花栗鼠版的大声唱吗？谢谢悠悠的看好你哦，有追踪我的 KKBOX， 谢谢 Ken。海波浪，你们是多喜欢听我唱台语歌？你们明明知道我台语不好。海波浪怎么唱啊？啊，我知道。青丘海上的波浪，要花，
好像可以花栗鼠。心情好凶耶，波浪五星期，五星啦！好了，好吵、不要不要闹，我不是综艺担当，是本台是音乐音乐台。唱《心花开》，又来一首我不会的歌。《心花开》怎么唱？我的台语是小青椒，没有他教我拍米娅而已。这首是爱表才会赢。等一下，要讲国语还是台？爱表嫁牙。谢谢铜的阳光。对我有唱错吗？我台语很好，真的吗？谢谢何景喵喵。家玻璃破掉了，我又没有吃枇杷润喉糖，啊！玻璃都掉下来，综艺咖才不是、啊，这是女神花冠呢、啊，女神好不好？自己讲，对不起。我为什么突然有特效？谢谢 Jeff 的星之冠。是叫我闭嘴的意思吗？我看看，为什么我这样子会出现？是不是这样子用的吗？嗯？什么东西啦？要我闭嘴？手背才有反应？你看我为何啊？我手心是长得像老鼠是不是？谢谢 C 送的 kiss 啾啾，还有谢谢阿布的牛奶糖的枫叶。手背才反应？等一下。怎么啦？又没有了。啊，有了。哎、欸，为什么刚刚手背突然有？禁言的概念。为什么他有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很难操作。然后。啊，好难用这个特效！晚上好，嘉宏，谢谢七七的七七乳家送的新秀选票哦。截图了吗？这是禁言呢，让他叫我不要讲话，太吵了。五指要并拢，哦，所以是我手的问题。哎，你们很会哎，你们根本专业直播组吧？你们比我还会哎。笑死！谢谢慧香送的玫瑰 ，Mina 被禁言了，太吵了，耳朵会痛，会痛，吵死了。比 OK 跟爱心好，我试试。哎，我第一次玩特效啊，我有恶魔了，下载好了。怎么样？我适合恶魔吗？不适合。所以我果然是天使的料。没问题，没问题。哎，这个侦测的倒是很容易。双手比心，这有吗？啊哈！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好可爱，而且脸会粉粉的。这个可爱，我以后都要用这个。啊，没有特效可以用了。我有一个赞，还在下载，好慢啊！米娜喜欢 Ella Garden 吗？喜欢，谢谢 Lolly Wolf 的爱心。等一下，我要把恶魔特效换掉。等一下，我觉得我真的好不适合这个恶魔。这个跟这个，哪一个比较好？天使。恶魔耳朵想你，耳朵一直动，有耳朵就可爱。谢谢孝贤的真情告白。谢谢陆婷送的玫瑰。Elegant 是我以前玩乐团啊，玩乐团都知道这一团吧，算是。算是很老的一个团啦，但是经典。细眉武士很厉害，他也有才华。对，大家可以听我今天分享的是很 rock 的
歌单，听了绝对让你们热血沸腾。星期五半夜睡不着觉，就是要听摇滚乐 rock 的歌，然后吵到今晚就别睡了。没有啦，开玩笑。为什么没有 rock 的手势？如果有就好了。Hello Garden， 啊，对，我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居然是吉他。对，我第一次上台表演其实是表演电吉他，不是贝斯。但是那时候，那我第一首弹的歌就是 Hello Garden 的 Missing 这一首歌，但是他那首吉他没有很难，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学贝斯，但是我第一次上台表演是表演电吉他，很奇妙吧。唱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我没有听过这首欸，说真的，但是说真的没有听过的歌真的太多了，所以歌单永远推荐不完，真的很多歌。半夜嗨起来，结果邻居投诉太吵，戴耳机嘛，戴耳机就好啦。嗨起来！Dream On， 又是我没有听过的歌。好，我直播结束之后我会来搜寻看看。剪刀石头布，啊 ，My God， 输了结果被禁是怎样？笑死，好好笑这特效。谢谢浩浩的为你守候，小朋友吗？12岁最喜欢玩猜拳，还有什么？男生女生配，还有什么左一拳右一拳？谢谢偶是爸爸的阳光，谢谢朱里恩送的为你守候。哦对，还有什么苹果西达？哦，我爸妈要中奖了呀！你今天真的很欧哎，你一直去浪还这么欧，哈哈，硬要抢。谢谢龙骑士的掌声鼓励，还有谢谢奇力奇送的为你守候，谢谢陆婷的看好你哦，还有谢谢。人豪送的阳光，大家一起收一拳。僵尸的洞洞，什么僵尸的洞洞？第一次知道有国际仓鼠节，对，真的有，4月12号就是国际仓鼠节，你们可以上网看。其实我今天本来，哎呦，国际仓鼠节没把仓鼠拿出来，好像说不过去。我可以跟你们。哎，我有一只仓鼠，我没有跟你们介绍过。这只，谢谢浪里的挥手送的你最闪亮。这个仓鼠，我不知道有没有拿出来给你们看过哎。那平常它都是挂在包包上，所以比较少出现。小丽有一声推 ，Hello。有，我有看到你。小盒子说会玩到，好像馒头。你说上面是馒头还是下面是馒头？哦，话说我今天早餐吃馒头，白馒头，跟我一样很像。谢谢 Tex 讲的为你守候，谢谢偶是爸爸的贵族玫瑰，馒头仓鼠好吃。谢谢偶是爸爸的贵族玫瑰，谢谢黄鱼的 Kiss 猪猪，白馒头没有配其他东西，我配。牛奶，我喜欢牛奶。谢谢 Fresh Lemon， 你哪里太浓上的枫叶，每次都要一次。Mina 超好养，可以带回家。馒头配牛奶有很好养吗？哎，但是也只有早餐可以吃淀粉啦，所以早餐吃馒头很满足哎。阿拉伯语，我喜欢牛奶吗？啊 ，Black Boy， 是我喜欢牛奶。Mina 喜欢灭火器哪首歌？灭火器的歌其实我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哎，就是那个曲风，就是台语，他们很多歌是台语，所以其实我听不太懂。对，董事长乐团好像也都是台语歌比较多，所以我没有很听得懂是什么意思。谢谢鱼尾狮送的阳光，还有综合喵喵的看好你哟、哦。谢谢圆圆的 ice 的心之冠，谢谢河景喵喵的为你守候，谢谢浪里的挥手送的阳光挥手，会不会被禁啊？哎，没有，
谢谢猴景喵喵为你守候，谢谢企鹅的真情告白，耶，爱心。字幕组都已经把新鲜柠檬改成腐烂柠檬了，为什么是腐烂柠檬？谢谢正红送的阳光，谢谢偶是巴巴的真情告白。明天表演加油，好哦，谢谢，谢谢 Ken 的真情告白，还有谢谢你们的加油鼓励打气。不会讲台语，我会啊，我会唱对对对，啊对对对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不公理，乱唱，我根本不会唱。阿潘今天才在唱，阿潘唱台语很好，他唱的一定比我标准。妮娜如果到阿拉伯生存的来吗？应该可以吧。但是我不知道阿拉伯吃什么食物，感觉很热，我有记错吗？阿拉伯感觉很热。阿拉丁神灯跟阿拉伯有关系吗？我想象的阿拉伯应该都是沙漠，然后很热吧。仓鼠适合沙漠生活吗？应该可以吧。仓鼠跟猫咪一样，都没有，好像没有很喜欢洗澡，但喜欢滚沙，所以我去沙漠的话就一直滚，一直滚，滚在沙堆里面。想听对对对，就去追 Mina 的 KK Box， Mina 的 KK Box 的歌单都很用心，精挑细选，然后排序过，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听。我又比赛了，谢谢惠香送的阳光。希望大家一定要追踪 KKBOX， 还活动还有两天，拜托大家追起来啊！对对对对的 ，Mina 的 KKBOX， 哎、欸，我真的是即兴唱作歌手啊 ，Mina。Mina 知道 Butterfly 这首日文歌吗？我知道，它是数码宝贝的歌，对不对？以前有好像有弹过，欢迎去追踪潘子怡，去 KKBOX 搜寻潘子怡，又被禁，嗨，这个特效 OK 没问题。怎么变日文？因为为了那个音节的关系，一言不合就讲日文。我很奇怪，我天气很冷的时候突然很想讲广东话。谢谢陆婷的为你守候，就上次很冷，然后我一回家就秋冬了，就说冷到就会想讲广东话，然后我姐姐就觉得我超奇怪，为什么很冷会想要讲广东话。新鲜柠檬讲十年都腐烂了，那我要创造下一个十年。突然怀念 Mina 讲广东话，哎呦，广东话不好啊！十年之前我不认识，我知道陈奕迅的歌嘛。十年之哎什么 key 啊？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现在我已经属于你们了，哈哈哈。偷掉，想听姐姐讲广东话，哎。会不会讲啊？他不会讲啊！谢谢志伟的掌声鼓励，哈哈，很好 Q 哦！我就说我是那种看到关键字就会想要，就是会突然唱歌的那一种人。十年的广东话版，哎，十年的粤语版好像不是叫做十年吧？十年是不是中文的？就他的那个歌词好像不一样。说广东话的我喜欢你，我终于嘞，咦，没有爱心是比的不好吗？有了，我终于嘞，哦对对对，明年今日，对，粤语的是明年今日，我记得不一样。
但是我没有练过那一首的粤语，一言不合就广东话。粤语的怎么唱？粤语的我没有练过，回去练。直播结束练练看。我有听过，但我没有练过。海阔天空，谢谢陆婷的收藏。海阔天空，我想想，之前诗雅他们有唱过，对不对？给我提示，我忘记歌词了啦。Mina 要唱《好心分手》吗？不会耶，《好心分手》也是粤语歌吗？粤语会唱什么？粤语哦 ，Twins 的歌吧，因为我很喜欢 Twins。但是 Twins 已经很久了，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 Twins， 所以我都听 Twins 的歌，但是后来就没有了嘛。对啊 ，Twins 现在好已经。我不知道有没有散，但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哦，我这样三百几分钟，等一下我不知道 key 是什么。我这样三百几哦，百几分钟爱自由，有位朋友要听，我不知道歌词。Oh yeah。什么雷声虽然都可以，哪位朋友要听见雷公哦？是不是这样唱？我不清楚歌词，好弱。为什么手会抖？因为很深情啊。这是老歌，就是要颤抖。莫斯科没有眼泪，莫斯科没有眼泪，好像。是中文的翻译，粤语好像也是另一个。莫斯科没有眼泪，噔噔噔噔，是这样唱吗？若是的话，就是粤语是啊，粤语是下一站天后是吗？是吗？是吗？哦，所以是下一站天后是粤语版，然后中文叫，男校女生，我知道，但中文好像也是别的，我有时候搞混呢，有时候搞混他那个，因为他中文跟粤语的那个名字不一样。你哪会唱斗退路吗？我不会，说广东话姐姐嫁给我，不会，就这句话不会，怎么样？所以是同一首歌，那我不会唱中文的，我只会唱下一站天后。没有听过，有听过，但我没有练过中文的。谢谢孝贤的心之冠，明年今日，闭嘴呀啊，闭又嘴十面，全路都改变，如果有。我不会唱信哎 ，Winning， 那，不会唱，不会唱，没有练过。我爱滴滴，我不爱滴滴，但是我不讨厌滴滴。好喜感，我不会唱嘛，让我练一下好吗？很难的广东话，都念不准。你哪可以教我说潘自己嫁给我的粤语吗？不要，哈哈，不要。祝君好是在澳门拍摄的哦，真的。把 Mina 带回去调教一下，粤语真的很难哎，太难了。Mina 喜欢抓滴滴，哪有？我什么时候抓过你们了？哈？我说真的，我会抓的也只有希罗库玛、小千，还有谁？没有了，其实没有。祝君好，没
没听过。跳过澳门塔吗？我不能跳，因为我未满45公斤。它好像是有，我记得是有体重限制的。小千去哪？他好像明天要期中考，所以他去看书了。小千好有存在感。明明都直问，直问我直问你什么 ？Lolly Wolf， Mina 几岁嫁了？我在想，至少30岁过后吧。现在不可以啊，现在不可以，现在有禁爱令。爸爸要浪了，嗯。小千不再躺着中枪，他到时候补档的时候想说，为什么躺着也中枪？在美丽华被抓过，你那个扇子你都断掉了，你还好意思说？你们那应援扇都通常都两面，然后两面不同人，然后那个名牌也是双面的就算了，就是名那透明牌两面不一样就算了，然后有的是那个里面超多张，厚厚一点，然后一直换一直换。Mina 可以开驻军好，驻军好好，我等结束后听听看。结婚需要整点吗？当然要啊。姐姐几岁嫁人？哦，我不知道，不记得。Mina 活到100岁不急着嫁人，没错啊。有些人也是40-50岁才结婚，还有40-50岁没有结婚。哦，可是那样就不能生宝宝了耶。我也喜欢小孩子，鼻子好塞哦。12岁太早，12岁结婚还太早了啦。弟弟弟弟在乎啊，我很在乎我的粉丝们。祝君好经典，好，我今天一定听。孝贤中枪，扇子就是双面，但是你有两个神腿啊，所以没关系。该来做别人的扇子，可恶，可恶！按摩就叫成这样生小孩，谁？我哪有我按摩有哪有我没有声音，我自动静音哎。老鼠一次会生很多，养不起，什么东西啊 ？LED 板，哎，不要乱叫。没有扇子不怕抓，天天都不做扇子，什么时候才有我的应援扇？你可以做一面我一面七七。想听姐姐唱广东话，她广东话很好笑哎，她不会讲。做姐姐扇子给谁看呐、啊？看到一次就撕一次，丢掉。昨晚睡前的 IG 发文分享，你哪可以查水表看一下？哎、欸，对，就，有人会提醒我可以去看限动什么，但有些人好像不喜欢偶像去看他的那个限动，所以如果我有不小心看到的话，因为我是很强迫症的那种人啊，我只要看到有红圈圈，我就会很想点，然后包括 LINE 的讯息也是，只要有红色，我一定会点开。像诗雅的话，他的 LINE 一打开讯息爆炸，然后他也不会点开。我觉得哇，我说你怎么受得了？就如果是我，一定就是任何一个广告，我也一定要点开。然后那个 IG 的也是，我看到红红的那个圈圈就想要点。所以如果你被我点到，然后你这就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就可以你可以留言或者是。私信小孩子说叫我以后不要再查了，我就不会去看。刚又被我点，很舒服，看你们啦。你的LINE也是999加，你怎么可以受得了？不行，我就看到会很焦虑。
随便来看，可是 Lollywolf 没有东西啊，你都没有剖限动。为什么会不舒服？好像有一些人不喜欢被偶像查水表吧，他们就觉得我在查水表很紧，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有压力，或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怕粉丝不喜欢啊。我是随便划过还是认真看？如果跟我有关的，我会很认真看，可能看过一下会再看一次，或是看的时候会只按住，然后把它暂停，然后仔细看。查你查你查你，最高会到4000多位读，是有你是事业做很大，怎么会有那么多位读讯息？太厉害了吧！温暖的感觉。4000也太多了吧，是积了几年的讯息啊，拜托没事把它点开好不好，这样子万一有重要的讯息你就看不到啦。只有被 Mina 查水表过而已，有吗？可是天天也 不常 po 现实啊。之前是大佬吧，事业做很大哦，做到海外去了。想被七七看，结果都被 Mina 看，那怎么样？那我下次不看你了。Mina 很常出没，就时间比较多啊。Mina 多来看，可以啊，可以啊，你要求我就常看。可是小艺的常常都是教主跟林怡。就跟我没有关系，我就会比较少去看。前天一直看到 Mina 在 IG 出现，什么叫一直在 IG 出现？分享特别的东西。可以啊，看 IG 有时候还能知道一些新闻，比如说日本新的那个年号，我也是看粉丝的 IG 才看啊。就原来换新的年号了，这样。就我，因为我比较少主动看新闻，现实是要 hashtag 才会看嘛。hashtag 我一定会看，但是没有 hashtag 就是有留言的话，我就比较容易会看到。看到性感 Mina， 原来是天使 Mina。Z2.0， 我看看 ，Mina 想知道科学知识，那常po科技新闻。可是卡丘的动态每次都太多，我有点来不及看完每一则，就是那种超短，已经变成虚线那种，太多了。年号令和啦，雷娃，对对对。这个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最后还是要拜托大家追踪我的。等一下我只有一只手，拜托大家一定要去追踪 Mina 潘子里的 KKBOX 账号，拜托我，让我积到前九吧，拜托大家的。我嘴巴好干哦，谢谢呆头猫分享直播，追起来，追起来。草莓酱很少播，但是我很少 po， 那我很常出现，有吗？不小心点到的吧。谢谢 C 上的看好你哟。Hello 小辉你好。哦，之前在介绍战队，有啊，卡丘介绍战队我全部看完了。Mina 讲最想和哪一位？48 Group 前辈合作弹贝斯的话，哦对，三本彩前辈，谢谢仁豪送的玫瑰，应该把想跟三本彩前辈合作，他很厉害耶，唱歌也稳稳的。会香常 po 什么东西？就出去玩吧，出去玩的东西。谢谢 Ken 送的看好你哦。哦 ，po Mina 的几率很高，真的哦？那你都没有 tag 我是吗？谢
谢谢 Ken 送的看好你哟。爸爸没 po 什么东西，爸爸都最近都 po 韩寒啊。谢谢怀怀送的早安抱抱，谢谢企鹅的真情告白。Mina 的动态好多，我的 IG 的动态嘛，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更新的。那如果有工作的话，就工作结束之后才会 po。你们都把 IG 当来用，谢谢 Flash Lemon 你哪里太冷送的枫叶，还有谢谢怀怀的 Love You。为什么一定要这边才有反应？谢谢月月的阳光，谢谢怀怀的 Love You。你们要在哭？为什么？都是 po 神推居多。有，我有看到消息。跟我没关，我都划过。没有啊，不是我有看完，其实我会看完，就是别人直播的那种片段我会看完，因为我想知道别人直播说什么是粉丝会比较感兴趣的。我想要了解一下，所以我会看，我会看完。滑过，我没有滑过，我是真的有认真看完哈，然后没听清楚，还会再回去再看一次。Mina 有收到信了吗？还没有，最近还，对，没有那么快吧。故意忽视？哪有？我有看呐、啊，你记得很多私讯我都看完，很累，看完要十分钟。思雨哭哭，为什么？看到韩寒要我献上我的心了。对啊，我都看到了。嗯，信被邮差弄丢，没有啦，我们累个比较久。要是常丢小盒子给我会困扰吗？不会啊，我没事就会刷看看，因为我平常手机没有什么讯息，就是 LINE 也没什么讯息，然后FB 也没有在用，对啊，我平常没什么讯息耶。手机如果有震动的话，就基本上就是我妈妈吧，就是每天早上就会发一个早安您好的，通常就是我妈妈，所以我没什么讯息，所以我没事就会一直刷那个 IG 看有没有什么讯息。所以我还，所以如果有讯息的话，觉得哇好开心哦，有讯息耶。几乎没在丢小盒子，留言也可以留言，我也会看。丢很长的小盒子，有啊，我有看完。这样听起来好像蛮可怜的，所以很边缘呐。哎，对，我想要说，我推荐的 hip hop 的歌单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边缘龙虾》。对，因为就是边缘人在听的歌，没有啦。但是我真的超喜欢那一首歌的，很可爱的一首歌。照三餐都私讯 Mina 食物照会被黑胆吗？会啊，小心一点。还有那种啊，吃完的食物照啊。刚刚发言放了50次，有50次这么多吗？刚好被洗掉，太多。太少丢小盒子了，不会啊，但是偶尔丢也不错啊。就是因为汉汉平常有在那个，就是会 tag 我的文章，我也会去看，是不一定要小盒子。Mina 别看我的公章都是美食照，其实美食照也很好哎、欸，这样我就知道下一次打卡要去哪里，有什么好吃的。谢谢杨雄的为你守候。丢影片，其实我也有看，看了影片之后想说，你们都丢什么影片给我啊？很奇怪影片，还有什么用鼻子吸什么东西的影片，很多很奇怪影片。
谢谢正红的阳光。这个太恶心，对啊，为什么要丢很奇怪影片给我？笑死！是一次吃完的，就被 Mina 一直攻神，对，被记住了。食物照有很多，我不用，我也很多，只是没 po 而已。我怕你们看了之后都觉得，可恶 ，Mina 吃那么好。放在现在我自己来查的食物，那就谁叫我自己手痒爱点，怪自己。Mina 吃饭会整点吗？会哦，我之前很坚持，午餐一定要在12点整的时候吃。差一分钟都不行，一定要12点整去吃。谢谢会相送的你最闪亮。然后晚餐基本上就是6点整一定要吃，可是自从进入演艺圈之后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很多活动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再让你在整点的时候吃，你有抓到一个空档可以吃饭已经不错了，如果你还不吃的话，那你都不要吃了。对啊，所以后来是整点吃饭这个事情后来就被我舍弃掉了，因为还是要跟现实屈服。人生好难，对啊，好累，还好现在没有，现在吃饭随便吃，大概6-7点之间有空就吃了。关播也要整点吗？没有，我要念排名了。我今天好鼻塞，要怎么办？为什么每次直播都会鼻塞？要把医生推收回。什么？没有看到留言，再多留一次啊！想擤鼻涕，但是怕你们说太豪迈，所以算了。不要，我要念排名了。明天还有活动，早点休息。不要，我不要念，不是不要念，不要擤鼻涕。以后直播的定番变成擤鼻涕吗？明天会去看仓鼠，好，谢谢。那我从13名念咯。第13名。第13名是阿巴，谢谢阿巴。第12名是金肉，谢谢金肉。第11名是 Fresh Lemon， 你哪里带呢？第10名是综合喵喵。第9名是 Ken， 谢谢 Ken。第8名是台东阿美族志伟，谢谢志伟。第7名是汉汉，谢谢汉汉。哈哈 po 在 IGTV 的马桶精华我也看完了，呵呵，我好闲呢。第6名是企鹅，谢谢企鹅。第5名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第4名是奇力奇力，谢谢奇力奇力，写你的头贴。第3名是偶是爸爸，奸诈笑，谢谢偶是爸爸。第2名是孝贤，谢谢孝贤。第1名是 Lolly Wolf， 谢谢 Lolly Wolf， 谢谢 Lolly Wolf， 谢谢。哎，为什么侦测不到爱心？谢谢。这首最后一首歌官播放的是《比心小幸福》，所以我现在比心给你们。我也爱你们。那我可以唱完一段副歌，然后关播吗？那个是耳环吗？还是啊，这个是毛毛的爱心，这是爱心。因为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比心送给你们。要来了，要来。明天没办法去看，没关系。撒浪嘿，就是你。I love you， 也是你，我的心关
天气，有你在的时光，空气也变得甜蜜。小幸福，手臂成型，爱塞路就是你，恰拉肯也是你，我的爱一比一，没任何添加剂。当你的天使守护到下下下个世纪，只要你愿意，请你永远做我 baby， 做我 baby 吧。好了，我要关播了，谢谢大家，大家拜拜，拜拜，比心有吗？晚安，谢谢果冻九号的。Sayonara, bye bye.